来，现在我们为各位介绍 LD101 在 DCC 的模式情况、运作的情况。现在我们透过 DC-DCC 按钮呢，已经把它切换到 DCC 的模式，所以这边是蓝灯显示。然后第一个 DCC 模式下，我们会显示的号码是 local，这边有显示 local，它是三号。那好，确定我们是三号车头，OK，好，我们按 Enter 进入下一个模式。这是因为之前我们三号有 memo，所以它会进入记忆三号。现在我把它切换到零，所以现在速度是零。OK，那切换可以动作。OK，在速度情况之下呢，它有两种模式，28阶跟128阶，透过按钮这个 push button 来做切换，按一下。现在可以达到128，OK，好，放回来换向，我们按一下，这11就表示它现在是28阶的11，OK，好，再按一次 Enter，进入操作模式，这是 F0，亮灯。挪一下 F1，关闭 F2，关闭 F3，F4，OK。好，跳回去，车头，三号速度，这是28阶的，按一次，你看啊，现在是16，这是128阶的。等一下，